首先，我们来聚焦新年度军事训练。今日，海军某舰艇训练中心组织“咸阳舰”“巴彦淖尔舰”等舰艇奔赴相关海域，展开对海打击、反潜作战、防空反导等全训科目考核。方位幺两栋，发现机载亮信号。 编队刚刚驶入目标海域，一场防空反导考核随即开始。巴彦淖尔舰作战指挥室内，电子战部位已做好抗击准备，数枚干扰弹向不同角度连续发射，形成保护网。雷达，重点加强对方位动力武器攻击目标不着。在重新分析战场态势后，舰艇指挥员再次制定针对性搜索与打击方案，实施精准打击。编队抵达某海域后。 战斗警报再次响起，面对不明空情，各舰迅速组成防空队形，雷达扩大搜索范围，全方面观察预警，副炮做好对空抗击准备。跟踪好，有支援，开火！在各舰密集火力打击下，目标在首轮射击中就被歼灭。进驻舰艇训练中心以来。 我们始终保持着昂扬的训练热情，在各项演习演练中，业务长深入战位指导，让我们在实际任务中去学习打磨，熟练掌握作战使用，为后续任务的执行打下坚实基础。